近年来，宜兰市公所公立幼儿园办学教学卓越，市立幼儿园经六节分班申请105学年，教育部国教署幼儿园适性教保辅导计划，把歌仔戏的故乡在地资源融入参赛主题中，孩子毫不怯场，展现歌仔戏好好玩，收服吧小红帽的精彩内容。除了小红帽和大野狼之外，还有神奇宝贝的角色也在当中出现。小朋友用歌仔戏唱出特色，让市长叔叔称赞不已，也感谢指导教授以及老师们的努力。我们利用在地文化的元素来做一个小朋友要发挥的一个舞台，也让看到我们小朋友能够自己再加入比较时尚不会单调的一些这个表演的一个方向。好，谢谢我们教授每个月子辛劳从基隆赶到宜兰市立幼儿园，我们老师一直送红创造优质的幼儿园，谢谢市长，谢谢教授。宜兰市公所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薛慧平教授在课程内容上的辅导。参加2017全国学校经营与教学创新 KDP 国际认证比赛，近六节大班获得全国特优奖，中小班也以四季厨房获得甲等。我们的每个孩子表现非常自主，我相信家长都有看到他们很棒，而且他不是只是一个虚荣的为家长而表演的活动，而在里面传承了更重要的一个宜兰的文化跟价值观。那这是我们翻转里面在幼儿教育院最重要的教育核心。那衣服上的水袖，我小朋友发现那是喜怒哀乐的代表哦。他还自创动作，这是开心的心情。孩子身上的表演服装还有自己制作相关道具，练习时更记录下点点滴滴的学习历程。走向伸展台的这一刻，参与的家长都相当骄傲。那我们的奶奶呢，刚刚有比出很可爱的动作哦，大家看这个在歌仔戏中女生的身段演出是莲花指。宜兰市幼儿园在翻转教学过程中重视小朋友的亲身体验，让儿童对在地文化产生兴趣与认同感，才能在全国初赛队伍中一次又一次获得晋级。老师、家长和小小学生用心参赛，让宜兰市公立幼儿园成为家长值得信赖的幼儿教育园地。好，谢谢。